近日，杨紫秒删一条微博，引得网友纷纷猜测其与秦俊杰感情生变。随后张雪迎被曝开足两人感情，但其工作室第一时间发出澄清声明。可就在刚才，秦俊杰工作室发声明宣布秦俊杰与杨紫近日和平分手，结束恋人关系。但是从杨紫秒删的微博中看，杨紫似乎有感而发，物是人非，不像是近日和平分手。且在近日媒体曝光了杨紫探班秦俊杰，两人感情甚好，所以难道是探班后发生了什么变故导致两人分手？近日杨紫新戏香蜜沉沉烬如霜热播，杨紫刷脸发动圈内好友帮忙宣传，但只有秦俊杰没有参与宣传。且此前杨紫的天机之白蛇传说热播时，秦俊杰也保持沉默。虽然有粉丝说秦俊杰沉默是为了避免粉丝争吵，毕竟当初两人在一起时，秦俊杰的部分女友粉对杨紫很是不满，但作为一个看杨紫戏长大的小编来说，没有杨紫谁认识秦俊杰啊？近几个月娱乐圈已经有好几对情侣分手了，如今恋爱刚满一年的杨紫秦俊杰也难逃这个分手魔咒，只能说两人真的有缘无分吧。其实杨紫与秦俊杰分手又有点小开心，小编脑补了一场杨紫与张一山的爱情故事，另类版的我可能不会爱你。